台大学多媒体数位内容学位学程大二学生马一成创作插画《王朝守护神伊佛利特》，参加日本设计网站 Art Street 举办的怪物怪兽主题插画比赛，获得金赏。这位学生的话，他叫马一成，然后他是今年的大二生，然后他这一次会得奖，我们觉得蛮容易，蛮庆幸的，就是他蛮认真的。他从进来的时候，他是基本上是从别系转过来。可是他对动画这一块蛮有兴趣的，后来他转进来之后，他觉得说他想要去学这一块东西，然后他以前只会画角色，然后到后面的话，我们就跟人调整，就是说他加入那个2D 的美术训练，然后到里面之后就开始调整整体的那个构图。作品勇夺金赏的好消息，这已经是多美学程学生第二次在 Art Street 的征稿获得金赏的肯定，相当的难得。很多学生他基本上都喜欢的是画角色，他变得说他的背部基本上全部都是空白，这是一个台湾目前一个蛮大的一个隐忧啊，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学生都有这块的问题，他变得说他背景没有办法去跟后面的背景去融合，所以这一块的话变成说你的角色跟场景要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基本上是需要一点时间，然后还再加上你的光影的控制的问题，还有色调控制的问题。那变成说你要呈现一幅好的画图的话，基本上还是需要一些光影的控制，让整个那个构图还有那个氛围才会达到那个感觉。这次马一成同学的作品，不论是角色设计还是场景都很细腻，整体构图也很不错，光影所营造的氛围更是受到评审青睐的原因。